找军。你啊，这新发出来，然后啊，欢迎发。老板，忙过来。哦，不是。两吧。两步，两步。点点发出来。嗯。两步，两步。点零发出来了。哎呦，反正你没在打了，那就存了。哦。姑娘没得呢。姑娘没得。没那么得。要买之前呢、啊，光哥也介绍我们的家乡，也呼吁好多外面的姑娘向往我们农村发展。现在呢，终于实现了，好多姑娘都看上了我们村。今天这个呢，结婚了，还有几个也正在准备结婚了。所以呢，光哥还感到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成功。但是，并不代表光哥已经骄傲。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讲通过光哥能把我们家乡我们的农村的生活和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让大家知道我们光哥的家乡，我们农村是最大的村。最大的村是什么村？就是农村。所以好多人都向往我们农村的生活，压力不大，吃的住的全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只要你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找个女朋友并不难。对此有什么看法？欢迎给光哥在评论区里边留言，谢谢大家。